庄丽琪。这是老潘透露出来的，警总的朋友马上就通知我了。庄丽琪是去搜证的，他们下一站是洪根生的家里。那个庄丽琪拿过摄影机不停地拍，这下好，私入匪区的证据全录下来，想赖都赖不掉。将军没有通知杜少正吗？洪根生家里没有电话，我怎么通知啊？寄信过去。等信到了，他们又到了八百飞的家里，我追得上。杜守正这一劫是逃不掉了。你看，找几个记者，把老兵回家探亲算不算犯法拿出来讨论一下，会不会给警总一点压力？就算记者敢写，报社也不敢登啊。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老板可都是国民党的中常委。救不了杜守正了。将军已经尽力，您是问心无愧。活人不能叫尿给憋死，我得想办法。给梁副主委打电话。昨天打了，他家说梁副主委病了，不能见你。这么巧。上面刚刚报道，梁副主委昨天还和洪都拉斯大使一打高球。四个老兵，在他们的眼里就如同四只蚂蚁，没有人会踩死蚂蚁，可能内疚。这个陆长工，他就不是娘生的。说什么呢？他老家也在那边，他怎么就不想自己的母亲？他就不想回自己老家看看？怎么别人回趟老家看看老娘，他就恨成这样？这还是人吗？在警总那里，只会吞噬人性，剩下兽性。想不到，杜守正这次回家看老娘，竟是最后一遍。其他那三个老兵，恐怕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。哦，杜守正会没事的。谁还会救他们？我。将军，您不是说什么办法都用尽了？我是打不死的蟑螂，我有办法对付陆长工。爸妈，东哥，他们回来了。爸，爸，丽琪，爸，丽琪，哎，哎呀，哎呦，回来了啊！路上辛苦啊，走的不辛苦，坐倒垃圾比较辛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充好电了吗？充好了，可以看。爸，马工作，哎，我们一起去看阿狗。行，你看看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个袋子你们不能看。哎，杜院长，他是根生的儿子，他是儿媳妇，这是他的孙子，为什么不能看呢？我还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呢，怎么不能看呢？是这样，这个袋子你们能不能看，不是由我决定，得由根生的太太决定。对啊，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。对，阿傻不可能不让他的儿子孙子看嘛。就是啊，你们来的时候，阿婆还让我去叫爸回来看呢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去问问根生的太太，好吗？那好吧，走走。哎，阿婆，啊，阿婆，你怎么充完电回来了？充完了。可以看，可以看，可以看。是这样啊，这个看是可以看，这个袋子录的是根生跟你一个人说的知心话，今天在村公所放的时候就有些不合适，你看。建国，去杀只鸡。妈，咱家鸡都是下蛋的，哪杀得上？秀菊，去弄点蘑菇，炖个鸡汤，给杜先生他们啊好好补补。妈，啊，哎，走，魏东，跟妈杀鸡去。来，快，走，我还没看阿公呢。去吧，走。啊，我就想看我阿公。那怎么看呢？怎么办？我都已经调好了啊。这个按钮得要往这里拨。这个是播放键，按下了以后就可以看。这个是停止键，这个是倒带，所以你想看几次就可以看几次。
但千万记得这个红色的按钮，千万不要拨到它。如果你拨到它，录影带的内容会被洗掉，对对对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都是根生跟我一个人说的。是。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啊？唉，我开不了口啊。你看看，根生的太太等根生那可是等了一辈子啊，我能忍心告诉他说根生在台湾已经娶了老婆？这太残忍了吧。所以你选择让他自己看。至少他一个人看呢，能尽情的哭，也能尽情的骂。没办法。孩子不在你们身边，没能跟你们尽孝，请你们原谅我。下面我想跟我的老婆李查说几句。阿茶，我是根生，对不起你，我在台湾又成了家了，老婆叫王氏，是台湾本地的人，我们生了两个孩子了，儿子叫小熊，女儿叫小梅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的性子，你肯定一直都在等我的，阿昌。你看到我这番话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别等我了，有合适的人。赶紧就嫁了，你要是有合适的人照顾你，我就放心了。最近哦，很少跟我聊天了呢。嗯，哈哈，我呀，嗯，正琢磨昨天晚上做那个梦呢。梦就回老家了。哎，这回不一样，这回梦见是你回了老家了。我啊，也见着我爹娘，还见着阿茶。哎，你跟阿茶，你们两个人啊，拉着手那是有说有笑啊。哎，往事啊。嗯。你要是真见了阿茶，能像我梦里那样拉着手又说又笑吗？你真的是在做美梦。他要是出现在我面前哦，我就用扫把把他赶出去。为什么呀？人阿茶又没得罪你。他没得罪我，你得罪我。我怎么又得罪你了？
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骗我说你在大陆没有结婚，等结婚十几年了，小梅小熊生下来了，你才坦白告诉我，你不是很过分吗？哎呀，行行，算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人家阿茶没什么对不起你，对不对？那要是他没有跟你结婚，你就不会想着他，你就会对我好啊？我对你还不好啊？啊，王石，哎，天地良心呐，我对你那可是贴心贴肺的好。昨天小户还跟我说，你跟他去八百黑的馒头店喝酒，喝了酒呢就唱采茶调，唱采茶调呢就想着你的阿茶。小傅哪瞎说的，你也信？是哦，小傅还是瞎说嘞。那可不嘛，他这疯疯癫癫的，清醒一阵糊涂一阵就瞎编呗。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心里头啊，只有你。是啦，昨天晚上你做梦的时候吼，还把我抱得紧紧的嘞。你看，你看，做梦都把你抱得紧紧的吧？还说明我爱你吗？嘴巴喊的是阿茶。啊！我警告你哦，以后做梦不能梦见阿茶。做梦的时候，谁能管得住自己呀？公公，哎，你阿婆看过来吗？不知道啊。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知道啊？看管就是看管，没看管就是没看管，怎么就不知道呢？那门一直关着呢，阿婆也没出来，我怎么会知道？童老先生说，这录像十分钟就可以看完吗？怎么看那么久啊？那还用说，阿婆呀，肯定是翻来覆去一直看。哎呀，这要看多久去？公公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家吧，等着天明了你再来。不行，我得死等，一会儿他就看完了。那你等着吧，我去睡觉了啊。不是将军，离开部队的时候是个副连长。啊，小小的连长还是个副的呀？建国，你爸说你生下来就没爸爸，他对不起你，还说他从来没照顾你，因为他在台湾让你受了很多苦，每次想到这儿他心里就很难受，让我问你，能不能原谅他？原谅，原谅。马大哥，根生说了，在台湾，他一直是一个人，他在等着我呢。谢谢你。不行，我要喂鸡去了。陆先生，要不要跟我去啊？阿伯，你怎么能让客人去喂鸡呢？他可是台胞。杜先生，也应该看看我们的生活。对对对，我去看看，我回去好跟根生说。想不到，我阿公他只是个副连长。副连长当然不能娶几个老婆了，你呀，是真的没戏了。杜先生，麻烦你放给我们看看。对呀，对，放给我们看看吧。
马公公，你想看什么呀？我想看你阿公在里头究竟说了些什么。对，我也想看看阿公他是怎么说他是副连长的。庄先生，你就让我们看看吧。对，让我们看看，让我们看看吧。好。放不了了。哎，不对呀，昨天不是刚充完电吗？对，是啊。给阿婆看了一夜，把电都用完了。啊？那他是诚心不想让我们看呀？陆先生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你能不能不要跟我们家里人说，根生在台湾又成家了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家建国从小就没爹，现在好不容易联系上了，他又知道他爹在台湾又有别的孩子，心里会不好受的。那你要不把这个事儿说出去，你就不能再嫁人了。我都是当阿婆的人了，还嫁什么呀？你要不嫁那那马向前怎么办呢？这是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不，不是他说的，是卫东告诉我的。这孩子，多嘴。阿查，录像带你也看了。根生呢，要你不要再等他了。我看呢，你还是听根生的话，赶紧嫁人。你要这样生活下去的话，那根生心里会不安的。啊，所以呀，我还想求你一件事儿。好，你说。你到了台湾，见到根生就跟他说，阿茶早就嫁人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在台湾又有家，又有孩子。要是知道我还在守着他，心里会牵挂的。要那样的话，他台湾老婆会难受的。我18岁就跟他了，又苦守了那么多年，我心里只有这个男人。你说，我能不为他想吗？就拜托你了，好吗？爹，娘，根生终于有音讯了，说是在台湾又成了家，有了孩子。你们就放心吧，啊！终于有音讯了。这几十年，我在这里给你们养老送终，看着家，带着孩子，我没什么对不起他的吧，爹娘。可他这样做，对得起我吗？
看我们家老杜啊，去了美国吼，连个电话都没有了。没有电话回来就是好处啦。哎，拜托哎，美国打电话回来是很贵的。我还不是这个理由嘞。看吼，一定是我们家那个老王吼，到了美国看到太多漂亮妹妹了，电话吼就忘记打回来了。你们家老杜吼，那你勾引，那你高兴哦？不会啦，才不像我们家公孙女。洪大哥人才老实哎，老实个背拜啦，一天到晚哦就想着大陆的老婆啦，气得吼跟他吵架。你这样就错了啦，不能吵，不能骂。哦，我跟他吵跟他骂吼，都管不住他了呢。哦，啊你很奇怪呢。阿洪大哥想的那个阿茶就在大陆啊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不像我们家老杜，他人在美国哈、哦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些监视猫哦，可是伸手一抓就一大把。美如啊，啊，你不是跟我说哦，查甫人哦，得顾条，啊，是要顾条啊。哎，啊，可是我说的那些地方哦，是那些男人看得到、摸得着的地方。像是什么那个阿公店嘛，哈，还是那个红包厂啊，啊这些地方哈、哦，通通不准他们去。啊、洪大哥的老婆就在大陆吃什么醋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叫我不要管了？啊，那个阿茶是你管来做什么？你这样哈、哦，只会让洪大哥讨厌你啦，笨。哎，好了，休息休息。走啦，喝茶啦。好啦。好啦，那我不要管他。你哦，不要管就对了啦。哎，你哦，不但不要管，还要表现得特别大方哦。哎，就说哦，你要去给阿茶寄东西，啊，还要去看阿茶。哎，最好说哦，要成全洪大哥跟阿茶。哎，美露，啊，你这样不是在害我吗？我哪在害你啊，我是在救你哎。你想想看啊，那个阿茶人在大陆，对不对？啊，洪大哥又回不去啊！啊，你说再多也没有用嘛，都是空的嘛！啊，你这样子说哈、哦，洪大哥听了是不是很开心？啊，一开心就会觉得你人很好啊，哇，你肚量大，对不对？啊，还会觉得对不起你哦。啊，这样子他的心不就都在你身上了吗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想一想哦。充好电了吗？哎，充好电了。哎呀，为了充电跑到这上都难看了，真是心不如装线。庄先生，您喝口水。没事没事。来来来，喝口水。好，可以看了。好，是吧？来来来。马叔。让我先看，我是他亲儿子，而且是生下来没有见过爸的儿子。就是啊，马公公，要是排啊，你也得排在我这当孙子的后面呢。还是你们爷俩先看。没有啊，没有 啊， 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雪花，雪花。这个机器很麻烦的，快点再走啊！录影带被洗掉了呢。啊？爱巢的姑娘赛天仙呐、啊，你叫我一声小果果呀。我叫你一声小心肝呐，小心肝呐，小心肝。黑往事，你来了。那怎么小心肝？
电视里播的广告啊，爱肝爱肝，保护肝脏，常吃保肝丸。对对对对，要补肝啊，那就吃这个来。啊。王师。嗯。吃什么呀？鱼肝汤哦，护肝补肝没？啊，对对对。哎，你很久没有往这儿送汤了哦。哦，家务事那么忙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送饭来给你吃？嗯。鲜的，哎，你也吃，别光我一个人吃啊！你是一家之主啊，你的身子顾好就好了啦。嗯，阿伯，阿茶见了你又老又瘦，他会骂我哎。阿茶，你们见不到了。我们见不到没关系啊，你们要见到啊。我呀，嗯，也见不到了。呸呸呸！嗯，你真是乌鸦嘴。我跟你讲哦，昨天去那个妈祖庙拜拜，还求了上上签。哦，求了个上上签啊？嗯。签上说什么呀？嘴签的说哦，嗯，阿茶会来台湾哦。真的？签上说阿茶会来台湾？丢啊，那是神明讲的，你不能不信哦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？嗯，我骗你做什么了？而且哦，阿茶还住我们家。住我们家？嗯。那你住哪儿啊？我们一起住啊！我们一起住。哦，你不相信哦？这样我才好照顾阿茶。王氏，嗯，你说你会照顾阿茶？当然哦，他年纪比我大啊，我怎么样哦，也要给他吃好的、穿好的，啊，带他和叔叔走走。是。你今天那个表现很怪，啊？难得我们都能服侍你呀、啊，这也是缘分呐。对，是缘分。是一家人嘛，阿茶哦，就像我姐姐一样啊。说得好，你们就应该像姐妹一样。这样说着说着吼，还真有点想姐姐呢。啊，你想不想她？我呀，我想吃猪肝汤，来，让我来点。这么多、啊，你怎么会？喜欢一个阿灿，傍晚，嗯，能睡啊？看会儿电视啊？哎，这丫头最近怎么天天睡那么早、啊？上班很累呢。啊，明天哦，她又很早要去医护人那边，让她好好睡呀、啊。老爷子、啊，那个电视我声音哦关小一点啊。哦，知道了。等你一晚上了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阿伯。哎，小梅啊。哎。阿伯去听一场红包场。啊，你。啊。看好馒头啊。啊。阿伯慢走。哎。真的想不到，想不到什么？想不到你还敢约我出来啊！难道你不怕了，爸？怕啊！怕敢约我？那就想见嘛，赌一把了。那你不怕你爸？怕啊！但是如果我不来，我还算是个男子汉吗？哦，对不对？不不不！逗你的啦，来啊，坐。无聊哎，你这好病啊，坐过去一点呐、啊。你爸来了，你很无聊哎。听到你了吧？没有，是吗？还是耍两下？怎样？没有，看到你开心了。那不是很没面？哎呦，小孩子讲什么面子嘛！我不理啊，除非他打电话给我，亲自请我回去，我才回去。你当你谁呀？影玉皇。玛丽，好像是老林。老林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父女俩吃早餐呢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。啊不不不不，我不坐，我来接玛丽回去的。接玛丽回去，来来。我才不回去。啊，你的老板让我来接你回去的。真的？他怎么样啊？哦，他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他，你走以后我跟你讲啊，他这个就好像没魂儿一样，坐在柜台那边就看着你的照片。就看你。哎，这就证明他心里头有你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回去了，啊！哎，走了走了，去上班了，啊！走啊！哎，林峰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个包，很快哦。啊，好好好好。哎，老李，真的是魏永乐让你来接了。哪有啊？没有，那，你编的。啊，老李，谢谢，谢谢你啊。对啊，就是这幅画哈、啊，将军的传家宝又回来了，画回来了，是不妙了。啊？将军不方便跟你说，我只好把你找来。当面跟你说，
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？杜守正的事。守正的事儿？守正怎么了？收了话的人原来打算帮忙的，后来不行了。大概景总压力太大，话又退回来了。这下将军也没辙。那守正他，穆长恭不放过他。 奶奶的，我回去。你回哪儿去啊？你回去？我去追守正。你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？你追得上他吗？守正现在是在江西，我到山西去等他嘛。你等着他又有什么用啊？我不让他回台湾，就在美国嘛。他在美国？嗯。他在美国，他的老婆怎么办？老婆在台湾哎，女儿在台湾哎。也可以移民嘛。 哎，八百黑，用你的脑袋来想事情好不好？啊，景总会让他们家现在移民吗？你就和我斗嘴啊？有本事你出个主意吧！我又不是景总的人，你冲着我嚷嚷什么呀？哎，你要是景总的人就好了，你就能救守正了。可惜我就是一个捡破烂的。 我没办法救他。我明天去指南宫，为守正求个平安灯。有用吗？有用不用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给守正求平安。 我还是去找找将军吧。将军不是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吗？再没办法也比咱们强啊！我去求求他。将军，洪根生来了。怎么等？他也不说。我跟他说你很忙，他非要等。这帮老兵什么事都得烦将军，要不是您吩咐过，我早把他轰走了。 老莫，不可以这样。根生他们跟着我，离乡背井，几十年我都没办法让他们回老家。这儿就是他们的家，以后他们来了，要好好招待，不管我在不在。是。根生，将军，啊，来，坐。 是不是杜守正有消息了？没有，没有啊。我们商量好了的，到了香港以后，他就不再跟我们联络了。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将军，看到这幅画回来了。你也注意到了，眼力不错。画回来了，说明陆长恭。 要办守正的案子了，没有的事儿，谁跟你说的呀？老莫说的。老莫说，将军拿着传家宝的画，就是为了换守正的安全。人家现在把画退回来了，说明人家不管了。那陆长恭。 又要拿杜守正大做文章了。老莫说的也对，原本是这样，所以我找陆长恭谈了。他们呢？喝茶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最近遇到了一个大案子，涉案的人层次比较高，所以像杜守正这种老兵就不在他们眼里了。将军，那你的意思？ 景总对守正就他们乐得给我个试试人情，放守正一马。守正没事儿了，没事儿了，你们就放心等他回来吧。哎呀，还是将军有面子。回到眷村，还有保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将军。那我走了。我这个来。啊，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进口的，我记得小梅爱吃啊。这个您都记得。
将军，我们这些老兵净给您添麻烦了。像根生他们这样的老兵，连字都不认识几个。我把实情跟他们说了，他们又能怎么？他们只能在眷村里干着急下担心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让他们不知道真相，能够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至少在杜守正归来之前。将军，我明白了。